能告诉我们吗？徐医生正在亲自为病人手术，他的技术别说我们院里，就算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啊，家属交一下押金吧。啊，我去吧，妈。啊，好。哎呦，10万啊！我这手机里的钱也不够呀。我这卡里也不够，那我给你存折吧，你去趟银行。哎，妈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您先坐啊，别着急。我呢，去跟志军打一电话，让他把钱带过来。那也行，回头妈给你啊。没事的，妈。怎么还关机？来来来，菜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。哟，来了。大家先来吃点餐前甜品，冰糖雪梨羹。行啊，俏俏，咋半天功夫就把厨房摸门清啊？我看以后也不用麻烦嫂子了，后勤工作全权交给俏俏得了呀。就是，就你们话多，尝一尝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吃的多吃点，锅里还有呢。好。志军哥，哦，哇，你也尝一下。嘿，清热败火。嘿，哎呀，行。哎呀，哎，等一下。嗯。我还是自己来吧，小心啊！行，送上没问题。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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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志哥，老大，嗯，嫂子来电话说我找不着你。啊？哎。啊？我手机，哟，可能在别的屋吧，我没看见，怎么了？爸在雁西医院着急做手术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。啊？啊，把银行卡带过来啊，你要交10万块钱的手术费。行的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就到。好嘞，好嘞，嗯，拜拜。我得出去一下啊，你们先忙。志军，你可来了。妈。爸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心脏病了？回头我再跟你说，卡呢？啊，咱家也没剩多少钱了。你快给我，赶紧交押金！你爸等着做手术呢。雨晴那儿还有多少？爸是雨晴一个人的吗？爸做手术我们一分不出，你好意思啊？哎呀，我不是那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不是你心血来潮，在家搞什么团建，爸妈也不会走。爸也不会出事儿，我告诉你啊，陈志军，爸真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志军啊，那个，志军啊，你先把押金垫上，等我回家取了钱还你。哎呦妈，瞧您说的，这钱我们出，这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，我卡都带来了。冬云，赶紧去交押金吧。不至于吗？我就是问问。